点解算清楚啊？安尼卖生气啊吼！我冇跟你讲啊。无道理，无道理。既然讲误会已经解释清楚，不如这样，你也不枉在金銮宝殿的所在料理不少。那我到金銮宝殿，你不可以不枉咯，请到我的少年来去讲。皇上，去了。因为误会，今日都唔通阁再遐咧斤斤计较。你好爱相当地位啊，遐伊有缘也是在你。人讲哦，成星上色呀。哈，真的呀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个人哦真好演的啦。伊演技足好个啦，我甲你讲，你演技嘛袂歹啊。拄只伫舞台面头前，我演输伊啊。太注定啦。啊，你即马呐？安怎？我喜欢是讲啊。Thank you.